好，请开始。然后呢，小心看来，你看我，来。好。电话。哦。阿姨不方便听，你有什么事可以，我可以帮你转给他。啊？哎呦。阿便护理师是我们特殊学医病防治中心30年来我看过最亲切、最有爱心的护理师，照顾我们这群特殊的小朋友，陪他们成长，照顾他们无怨无悔。我们非常高兴有他跟我们30年。